数位政府智慧医疗青少年 AI 机器人，走进展览会场，各式科技产业齐亮相，展现第四届中国建设峰会的丰硕成果。今年共有202个单位参展，其中科技数位化就是亮点之一。今年的云上峰会采用全新设计，融入更多虚拟产品交互和体验，实现立体化、可视化云上逛展。特别的还有 5G 加 8K 超高清视频和数位人民币也在峰会上亮相。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，规模化、品牌化、智能化的发展道路，我们看到了这个发展趋势，也看到了数字化技术、数据要素。今年参展互动踊跃，根据主办单位统计，超过10000人报名分论坩，通过峰会平台共吸引322项数位经济项目签约，创造超过5300亿人民币的投资，深化企业间的交流合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